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342面，342面第五行，第五行。会所谓善戒虚妄，戒不常住，总名世间。众生国土，造佛万刹，是名住所有法。菩萨深矣，大智慧，答性空无相，故云超故。这是解释了超故世间。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也就是指六道。这个里面没有一法是常住的，全都是无常。现在科学家证明，所有的现象都是属于波动现象。波动生灭的速度极快。我们所看到的是个虚幻不实的幻象。也就是这种波动的连续相。佛在几千年前在禅定当中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，知道这些究竟是怎么回事情。总名呢，这叫世间。世是指的时间，中国人以30年为一世，所以世是3个世字。间是讲的空间，界也是一样的意思，就世界、世间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讲时间与空间之内的。那么世间在通常讲呢，有三种。佛门里常说的有情世间、气世间、知正觉世间，这佛法常说的有情世间，是指一切动物，指动物而言的，植物跟矿物都包括在器世间，器是器具、器皿，叫器世间。这两种之外了，还有一种知正觉世间，智慧的知。智正觉，那是正果的人，阿罗汉以上的四圣法界与诸佛菩萨的刹土，这是圣人住的，叫智
正觉世界。啊，这个是通常的分类。大智度论里面也有三种世界。啊，我们把它记录在此地。个别名士见差了民间，为世界加名。啊，这个士啊是个别的意思。啊，前世，啊，前现前后，啊，这是个别。我们讲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这就个别啊，还是从时间上讲的啊。间，这是空间，空间有差别啊，所以他说世界假名，设法界啊，设法界是假名。不是真的，所以《般若经》上佛说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啊，佛法不是真的，佛法是因众生而建立的，没有众生哪来的佛法？众生在迷，佛帮助这些众生回归觉悟，用种种方法，这就成为佛法。啊，所以世界假名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五阴世界；第三种，过土世界。啊，过土就是医报啊，说这个三种，说夜夜差别不同啊，把这个时间分为这三大类，顾名呢三种时间啊。下面有个简单解释，什么叫时间？佛菩萨圆觉声闻，天人阿修罗，恶鬼畜生地狱，这设法界啊。五阴呢是众生身，此身是色受想行识五阴所成的，所以叫五阴世界啊。五阴的范围非常广大啊。我们看他的说法啊，智度论的说法，第一个假名世界，一名众生世界啊。假名呢与设法界啊，与世界五阴设法上，把设法界无因的看之为真实，这是什么凡夫的凡夫都看到这是真实法。在真实法上里面假立名字啊，各个不同啊。设法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自然现象，我们要理解它，解释它，说明它，不能不立一个名相啊！不立名相呢，不好称呼啊。什么叫佛法界？什么叫菩萨法界？啊，都要有名字。
啊，明都是从理、从相或者从作用上建立的。啊，这佛法呢，要把它归为三大类。啊，体性、现象、作用，啊，有这三大类。假立名字，个个不同，啊，是为假名实界。那设法呢？为设法界无因，皆实有，有这回事情。啊，称它为实有，通通是凡夫所见。凡夫对于这些法，分别执着，而不肯放下。啊，假立名字者，为世界名字，非实有也。所有的名字全是假的。啊，学佛，佛学里头的名词术语，要知道，都是一个代表。便于解释啊，一种方便法。正像老子所说的，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。啊，常是什么？常是永恒的，是真的。啊，名可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全是假名。啊，既有设法界，无因设法，那么就有世界众生的假名。且如人界中，个个有身，譬如我们人，是这个社会。啊，我们把人看作实体。他一定有个名字，好称呼他，啊，好跟他沟通，跟他往来，啊，就个个有名字，于皆也然，啊，无因也要给他名字，啊，动植物也要给他名字，山河大地都要给他个名字，啊，这些名字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它不是真的，它是人间立的。啊，名字可以常常换。啊，同样一个地方，一个城市，古代的名字跟现代不一样。啊，自古以来可能改名改了好几次。啊，可别把名当真。啊，不要执着名字相，啊，《大乘起信论》里头告诉我们，马明菩萨做的，闻经、听法、要记住三个原则。第一个，不执着言说相。啊，言语，长说短说，深说浅说都没有关系。我们要知道他所说义理之所在。啊，不要坐在假象上。这个很重要。第二个呢，不执着名字相、名词术语，它是代表一个实体，或者代表一种观念，啊，代表一个意思。
我们都要能体会到。你像佛理、佛及佛法里头讲自信，讲了十几个名词。啊，为什么讲这么多？一桩事情用一个名词不就行了吗？说这么多，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就有个疑问。啊，我们提出来问老师，老师告诉我们，这是佛陀教学的方便，就是叫你不要执着名词，只要说的是这桩事情都可以。啊，用意在这个地方。第三呢，不执着心缘相。我听了，现在觉得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要去想它。为什么？你想就想错了。无论你怎么想，你怎么去想它，你都是错的。这个意思深了。为什么？要知道，佛就根本就没有说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他一生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。谁要说他说法，他叫谤佛。明明说了49年，留了这么多经典，怎么没有说一个字？真实法。一个字都没说，为什么说不出？言语道断，心心除灭，不但说不出来，想都想不到，言语达不到。啊，思想达不到，你怎么说？所以佛以善巧方便叫我们去悟入，一定要悟入啊！啊，听了、看到了、接触到了，豁然大悟。啊，那么佛用的这些方法啊，他身六根在表演啊，言语名相是方便啊，是善巧方便，你会看会听，会的人开悟了，不会的人迷在文字里头，迷在言语里头，把他的言语文字当作佛法，那就错了啊！啊，在中国慧能大师的表演很好啊，他不要文字啊。啊，这就是马明菩萨教给我们的。啊，听经要会听，学教要会学。会是什么？就不着相。从这个里头啊，见性了，那就真的会了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学了几十年都不会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着了言说相，着了文字相，着了心缘相。啊，我看这一句经文，我想是什么意思？那不是佛的意思，是我的意思。啊，你看这句经文，你想什么意思？是你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啊，绝对不是如来真实意，因为如来没有真实意，你怎么会
见到如来真实意。没有真实意，就是如来的真实意。啊，为什么？真如本性里头，一法不离了。啊，我们经常刚刚学过的真舍之际里头，没有一法。啊，自性里头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。你怎么在里头看到一法，闻到一法，那就错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的确很玄，但是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世尊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四十华严经体里面，这是清凉大师注解里头我们看到的。啊，佛说他四十九年没有说过一句经文，他所说的呢全是古佛所说的。啊，佛说我没有在古佛经上加一个字，比孔老夫子还要严谨。孔老夫子只是说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啊，夫子还没有，我集大成，啊，不敢在古人传说里头啊增减一个字，啊，孔子没说，那么可以增减，啊，孔子自己是可以增减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严格，一个字增减都没有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古佛明心见性了，他说出来这样子；今佛也明心见性了，说下来，说出来，哪有不相同的地方呢？完全相同啊！啊，所以今佛说就是古佛说，古佛说就是今佛说，是一不是二啊，不增不减呐。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，啊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啊，第二个五阴世界，啊，一名五众世界。五阴者，色受想行识。啊，为什么叫众呢？五众呢？无论是色、是受、是想、是行、是识，同是众缘和合。啊，现在我们知道了。啊，现代的科学家善于分析。啊，最近这一百年，这一个世纪。啊，发现了
原子。怎么发现呢？把细胞分开来，细胞里头究竟有些什么东西？发现是细胞是原子组成的。再把文字这个原子分析出来，原子里头有原子核，有中子，有电子，是这样组合起来。再把电子、中子、原子核再分析出来，原来的又有许许多多的粒子组成的。说明什么？再小的东西还是中原合合。分到最小的物质，不能再分了，没法子分了。现在大概差不多要到这个境界了。讲粒子有几十种，讲夸克也有几十种。这些都可以称为基本粒子。黄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头引用科学家讲的中微子。中微子有多大呢？它是一个电子，都我们肉眼看不见的。原子里头有一颗电子。一个中微子的体积是这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。换一句话是100亿个中微子聚集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。分到最后，科学家发现了，原来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物质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？从心念。变现出来的。所以看出物质的本质是意念。所以现代科学家提出一个理论，以心控物。因为物质是从心是念头变现出来的，念头可以改变物质。找到这么一个理论，有没有效呢？有效。从哪些地方来观察到呢？从生病的人，有一些病很重，医生没办法治疗，放弃治疗，告诉他，你存活期间只有2-3个月。中国有，外国也有。居然有少数人呢，他不用吃药，也不用打针，2-3个月之后没死，再去检查了，他病毒没有了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迹。现在知道
这个人你心念很善，也就是他的精神状态极佳，他把他那个疾病忘掉了，根本就没去想他，他自然就好了。啊，他念头转移了。啊，多半是由宗教信仰。啊，只要心念转了，物质现象它就产生改变。啊，从这个理论，科学家肯定集体的意念可以改变星球。啊，有这么大的能量。啊，所以再小的物质现象，就是弥勒菩萨讲的啊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啊，最小的物质现象，形见又是。你看，那么小的物质现象里头，还有色受想行识，这特别讲个五阴世间。那有这个现象呢？啊，那么这个现象生存的时间极为短暂。啊，照弥勒菩萨的说法，大概是1600兆分之1秒，也就是说，一秒钟，他的生灭已经有1600兆次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啊，现在科学家是用精密的科学仪器观察到了。啊，佛怎么知道的？佛是从禅定里面看到的限量境界，比科学家看的还要清楚，直接看到的，不要用仪器。啊，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，这要很深的禅定。大乘经典里面佛常说八地以上你就能看见了。啊，那么7地以下知道有这个事情，听佛讲经呢，像我们现在听佛讲经知道有这个事情，我们没见到。科学家用这些仪器观察到了，我们没有这些仪器，我们也没看到。啊，那我们相信科学家不骗人，他说的跟佛说的完全相同。啊，让我们对佛所说的话不再怀疑了。啊，肯定佛说的是真话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禅定就是把心集中在一处。啊，我们的心念是散乱，到处跑。大势至菩萨教我们都是六根。啊，这就是把心收回来。孟子也说，
学问之道无他了，求其放心而已。这就收心了。什么叫学问？把小妄念收回来，集中在一处，那就是学问。真的吗？对，集中在一处，你就能发现很多东西。对，这生智慧。啊，散乱不生智慧，生烦恼，生妄念。集中在一处，生智慧。啊，所以佛法，无论哪个法门，离不开禅定。离开禅定，就不是佛法了。啊，怎样你才能得定？佛说得很好，应皆得定。佛讲了很多规矩，你遵守，你就会得定。啊，戒不是为别的事情，是为了得定。啊，定呢？定是为了开智慧。都要把目标方向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别错用了。啊，因为定里头都有神通。如果把我持戒修定，啊，我希望得到神通，你路走错了。是可以得神通，神通不重要，智慧重要。啊，终极的目标在明心见性，这个太重要了。见性之后，宇宙之间，一切诸法你全都明白了。啊，设法界无因，各个差别。啊，这叫无因实性。色即挚爱之色，挚爱我们今天讲物质现象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都属于物质，法里头有物质，有精神。前五识所缘是物质现象，纯是六七识所缘的是精神现象。啊，那就后面这四种，受、领啦、住成，受什么？感受。啊，它是这个作用。想呢是思想，行是造作，识就是分别。啊，执着分别，这都是识。执着第七识，分别第六识。啊，这个无类呀、啊。因福真心啊，佛是覆盖，因福就是障碍，他障碍真心呢、啊，真心就不起作用了，所以叫他做因啊，这个东西要用智慧把它照破，定不行，定没有这么深度。啊，从定要开慧，真实智慧照见了。
第三种呢，故土世界。啊，这个在佛法里叫气世界，即众生所依之境界，既有能依之身，我们身需要一个依靠，啊，需要这个大地；既有所依之土，世界所依啊，各个差别，故名过土世界。啊，设法界。有正当然就有义，义正是不能分开的。我们现在的科学，实在讲，能够探测、了解清楚的不多啊！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许许多多星球里头没有人居住。在佛法里讲，没有人居住的话，那你就不能成为世界。啊，没有正报，哪来的依报？依正是同时发生的，你看。还原观上讲的，从一体起二用啊，那个二用，一个正报，一个依报啊，同时起来的啊。怎么会只有一种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决定是同时起来的，而是我们没发现的。啊，依照佛法讲的时候，有依就有证，有证就有依，决定依证是同时存在的。啊，不可能。那个地方啊，是个星球，里头没有人住，啊，就是没有有情众生去住，不可能。啊，有情众生，空间维持不一样，有我们能看到的，有看不到的。啊，有些他看到我们，我们看不到他，要高维持的。啊，有些我们看不到他，他们也看不到我们。这情形很复杂了。啊，一真庄严，还原观，文字虽然不长。他讲得很清楚啊，既然有依证，无论是依报是正报，通通都有三种周边啊，周边法界，出生无尽，含容空有啊，通通都有。啊，后面这是教导我们。啊，前面还原观一共六段，前面三段是讲宇宙问人生。啊，也就是讲的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体相用。啊，经体上用大方广三个字做代表。大是形容体，啊，广是讲相，
从体起相，啊，体是自性清净圆明体，大，啊，其二用这相现象了，啊，相现了之后，就三种周遍，那是作用，这作用不可思议，周遍法界，一念之间就周遍法界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自性是一个共同体。啊，自性里面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啊，今天科学家所说的一个零点能量体，跟佛法讲的自性就非常接近，它确实是零点。啊，零点里面就是说明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有就不能说是零了。啊，零点就是真如自性。啊，一念不觉，它就不是零了，它里头起了一念。啊，从零变成一了，一就变成二，二就变成三，三生万法，这中国道家讲的。讲得好，讲得不错。啊，道生一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啊，从八卦上说，道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万物。啊，不如还原观上讲的那么简单。啊，一生二，也是一体。啊，二是二用，这个二就是宇宙。第二个就是珍宝，就是我。我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我跟宇宙同时发生。所以一定要认识自己，不要把自己搞错了。宇宙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我也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我是正宝，宇宙是异宝。一正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起的作用，医报有这三种作用，正报也有这三种作用。啊，就是第一个作用周遍法界，第二个作用出生无尽，第三个作用含容空有。这三个作用同时的，而且是交叉的，啊，这个道理说完了，啊，教导我们如何能随顺心得，再回归自性。先说过失，说了四德，
能随顺这四德，就叫诸佛菩萨。违背这个四德，那就叫凡夫。啊，四德头一个，随缘妙用。一切法，无论是正报是异报，都不能够独自生存。啊，这个科学家发现了。啊，生存的意义，生存的现象是什么？是群体。真的，佛家讲的语言，科学家佩服的不得了啊！语言呢，语言神呢。啊，语言就很复杂，啊，必须以很多语言，那个活动的现象，那叫生命的意义，啊，没有单独的。那么这个语言里头，有染，有净，有善，有恶，哦，差别太。叫出生无尽呐，啊！那么修行里头最重要的修行方法很多啊，总有个根本呐。啊，那个根是什么呢？根就是含容空有。换一句话是，你要能够全部包容，佛门里的常识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这是修行的一个根本，修行的起点，也是修行的终点。啊，心量小了不行啊！小了什么？小了与事实真相全违背了。中国古人所谓是“量大佛大”，那量小就没佛啊！啊，连虚空都要包容，何况万物？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啊，这个是大乘修行的起点。啊，首先把心量脱开，知道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。啊，这个东西现在科学家没找到。啊，一念不绝，他找到了。啊，那么佛是早就找到了。啊，一切放下，他就在现前。你只要起心动念，你找不到他。分别执着跟他愈去愈远呢。啊，所以心量脱开，后面教给你修习的方法，无执六观。无执是教你放下，六观就是看破。啊，执是定，观是慧。那么前面四德就是戒，你看这个里头喊的，
戒定慧三学。啊，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好，我们回来看这个念老的注解。众生国土，藏佛万刹，藏是善，佛是不善，千差万别了，说不尽的 啊是名，住所有法。啊，菩萨深以大智慧，啊，大性空无相啊，大是通达了，他真的是明了啊，啊，性是体，体是空的，没有相。啊，没有相，它能现象。能现象的空是不生不灭，本自清净，本无动摇。啊，慧能大师说的。啊，它所现的相。现象再多，统统叫幻象，啊，不是真的。因为所有的相都是从波动当中产生的，啊，产生的现象不同，那是波的频率不一样，全是波动现象。啊，这个杯。近代最近30年的尖端科学家他们发现的，啊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。啊，古云超过。啊，超过。两种生死，超过种种世界，他回归自性了。又真解之说呢，稍异于前，啊，比喻世间诸所有法，有为可破坏，名世间。有为法是无常的，有为法就是生灭法。啊，它有生有灭，灭就是破坏。啊，这个叫世间。这一正，善恶因果等，一切有为诸法，也。所有法也，啊，这诸法了，有依报，有正报，有善，有恶，有因，有果，啊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白法明门论里头。啊，天亲菩萨讲《瑜伽师地论》里头，
660法归纳为百法，便于初学。百法里面前面94法有为法，后头6个是无为法。其实后面6个真正无为只有1个，真如无为。其他的因为说不上，它没有有为的现象。它又不是真的无为法。有为法里头不收它，所以列到无为了。我们可以说它是相似无为，它很像无为。但它不是真的无为。真的无为只有真如。确实没有作为。这些所有法包括这些。对，一切有为法。菩萨能知一切三界虚妄。一切三界。六道里头的三界虚妄。知真觉里的三界也是虚妄。虽然知道三界虚妄，你看，而行是法不舍。菩萨在这个世间呢，也在教化众生呢，也跟这一些世间人和光同尘。差别在哪里？差别这些人觉而不迷，真正这个世间人迷而不觉。差别在此地，这叫超过这些菩萨在教化众生的超过世间，在世间超过世间。以上著说解释，可以说都说得很好。最后真解迷其本经，真解里面所说的，就是最后这一段，跟净宗的教义相应。阿弥陀佛，确确实实是发大菩提心，佛事门中不是一人。佛知道，为什么每一个人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立刻就传到阿弥陀佛那去了？我们一念想往生，一念想求他，哪有不感应的道理？你要问为什么？周边法界，它起作用是周边法界。我们去动个念头，这是心念，阿弥陀佛立刻知道。这个是六七识动念头。物质现象，我们身体状况，每一个细胞，都是1600兆分之1秒在波动。这个波动现象也周边法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身体状况，阿弥陀佛也一清二楚。比我们自己还清楚。
我们自己对全身、全身每一个细胞的状况，我们不知道，阿弥陀佛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身心状况啊，佛通通知道啊。这桩事情，我们自己肯定没有怀疑。我们跟佛确实是连在一起。啊，这当中好像无形的一个网一样。啊，美国布莱登博士写的一本书叫《无量之网》。啊，都在这一网当中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网打尽的。啊，阿弥陀佛全知道啊。所以，诸佛菩萨，乃至于世界上所有宗教，他们那些经典里面，都教导我们要真诚呐、啊！啊，真诚是真诚是心得，佛真诚，菩萨真诚。凡是觉悟的人都真诚，那不真诚怎么？不真诚就是迷惑啊！迷惑的人不真诚啊，造业的人不真诚。我们今天忏悔，只要真诚就是真忏悔呀、啊。啊，过去所造的，别去理他了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们问问因果是不是的？因果也是的。我们所有一切造作也是的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自信清净心当中什么也没有啊！啊，我们回归自信，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通通铲除了，回归自信了。这个道理我们懂啊，问题是回不去啊。啊，那我们就不能不依靠阿弥陀佛了，他老人家有方便。啊，只要我们把念头转过来念他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们无始劫来的业障，自然就消除了，就没有。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也没有了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你要记住这句话。心里头不是阿弥陀佛，你的业障消不掉，烦恼也断不掉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。断烦恼消业障，自自然然不见了。我们学大经学了十几遍了，这些道理应该有一点概念，这个概念要加深。为什么呢？浅了不起作用，加深就起作用。我们念佛往生净土，
不但是决定得胜，而且品位也大幅度的提升了。为什么提升呢？业障消了，烦恼断了，他就提升了。经中的殊胜在此地，经中的微妙也在此地。经中的成就是无量法门里面无与伦比，找不到一法能跟他相比。所以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赞叹，不容易啊！我们现在遇到了，不依靠他，依靠谁呢？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行二，坐不勤有，心常地主，度世之道啊，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唯诸数类坐不勤之有。这是化他，利他。前面这一段，自己的羞耻，妙心现实就是还原观上所说的。随缘妙用，妙在哪里呢？妙在跟自信相应，妙在跟真实之际相应，真实智慧相应，真实利益相应，这个妙啊！但是所有一切妙里面最重要的是真实之际，你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了解，因为你了解，你就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知道放在心上是罪过。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样东西都没有，佛法也没有。我们今天不得已真正像这些上上根的人，我们做不到。我们今天不得已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放在心上，这是阿弥陀佛跟我们约定的。只要把这个放在心上，他就会来接引你。阿弥陀佛是个标志，我们身上带了这个标志，他一看到了，他就来接引我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其他的都不能放啊。其他尽量淘汰，淘汰的越多越好。其他的妄想、杂念、业障、烦恼，这个东西越少越好。
啊，有也能带去。啊，但是你要把力量、心念集中在这一句佛号上，让这句佛号产生力量。啊，我们的力量不能再分散，啊，分得太多了，分太散了，这个怕到时候啊，不起作用，啊，怕不能往生。这桩事情我们不能不顾及，啊，我们不可以大意，啊，要做绝对有把握的事情，啊，那就是我的心念决定集中在阿弥陀佛上，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在极乐世界，时间长短没关系。啊，决定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极乐世界一定帮助我们把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。啊，前面这些人明心见性的，这个诸位知道，其如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啊！明心见性之后呢，那就是响应阿弥陀佛的事业啊，弥陀的大业是什么？心常地住度世之道，这是弥陀的大业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做，我们去做帮手啊，帮着他做。啊，地安也。啊，度呢处也。心常地主，啊，故本句之大意为：心常安住于处世无为之道。啊，心啊，安住在这里，静因素缘，地位安地，为常安住真实无为度世之道。啊，这个道是真实，这个道是无为，无为而无所不为。啊，真界曰：处有为，真无为，不着无为，故云地主。那如果是着了无为呢？那就变成小乘了。阿罗汉辟支佛，安住在偏真涅槃，那是无为。啊，它不起作用。菩萨不然，菩萨证得无为，不住无为，它起作用。起作用呢，起作用不碍事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。3000年前在印度出现，啊，实现八相成道。啊，他老人家
是安住无为，不住无为。八相成道，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起心动念就有为了，就不是无为了。有没有分别执着？没有。他的视线表演像唱戏一样的，啊，完全是做给我们看呐、啊，是用身教啊。啊，舍弃世间的王位，舍弃荣华富贵的生活。啊，为什么？那个里头有七情五欲，有贪嗔痴慢烦恼啊，啊，他是把烦恼放下了。你看别人要争的争名逐利，他是名利都到手了，不要了。啊，告诉我们，人生在世，那不是目的，那个没有意义。啊，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学道，道能了生死，能出三界，能成佛，这个重要。啊，三界有生死啊，要找个不生不死的地方，这重要。啊，他实现一个知识分子，一个好学的年轻人。啊，19岁出去参学，这一参学就12年。啊，印度所有的学派宗教他通通参访过，都跟他们学过，啊，最后把这个也放下了。这放下是什么？给知识分子说，知道太多了是障碍，叫所知障，把这个也放下，通通放下。啊，在菩提下入住定，这个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问题解决了。明心见性就是真实之际知道了，真实智慧开了，啊，真实的利益得到了，开始他教化众生，做不亲友，开始做这个工作了。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啊，这就是随缘。为诸数类做不亲之友，这是随缘啊。这两句话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普贤菩萨的两愿呢、啊。我们看出去啊，真杰意思说得好啊，此菩萨心常住无住处涅槃，云心常住啊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两边都不住啊。又会书曰，悲之相应，以为其身之者
古云地主啊，地是实实在在的，真实不假啊。他住在哪里？住在大悲大智啊，大悲怜悯一切众生，那是个动力了啊。他名闻利养什么都不要，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来教化众生啊？到底为什么？他什么也不为，世间人对他不了解，世间人干什么都有企图，都有目的，佛什么都没有啊。佛帮助一切众生，希望你们赶快成佛。你们本来是佛啊，只是现在迷而不觉啊。所以菩萨住在哪里？住在悲智悲里头有智，智里头有悲3000年前住在悲智，现在还是住在悲智，永远住在悲智。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每一尊佛菩萨，每一尊菩萨啊，都跟地藏王菩萨一样啊，地狱不空啊。地藏菩萨是誓不成佛啊，诸佛如来是地狱不空啊，他度众生的事业没有停止的。乐此不疲啊。啊，能以一生现无量无边身啊，同时在法界虚空界里面度有缘众生啊。什么叫有缘？能接相信的有缘，能接受的有缘，能理解的有缘，能真干的有缘啊。只要有这样的人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对自己不知道，他晓得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我们前世佛知道，佛的须弥通知道我们过去无量时啊，所以他看到我们这人有没有善根，一看就知道了啊。有善根就得照顾啊，善根成熟啊，那就得帮助他啊。什么叫善根成熟？我们对于净土法门，对阿弥陀佛真心真愿真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这个善根成熟啊。善根成熟，他成佛的机缘到了，借引你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成佛了啊。成熟是成佛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我们不能不相信
啊，他的行动与一切万物啊随意自在。万物指万法，自在通达无碍，智慧神通道理，他圆满了。《法华经》续品云：“尽诸有劫，心得自在。”劫，前面讲过，烦恼的代名词。啊，有指的是三界，欲界有，色界有，无色界有，四圣法界有，啊，这些解释佛通通断尽了，都没有了，所以他在设法界里头得大自在啊，一点障碍都没有啊。啊，自在通达无碍，又自在者，是为无有。神通自在，啊，是为是讲教学，是先八相成道，啊，教化众生，没有障碍呀，啊，神通自在。这是佛家的事业，啊，祖师大德常说的如来迦叶，特别是出家的佛弟子，啊，为什么出家了？集成如来迦叶，如来迦叶里头没有名利，没有财富啊。如来迦叶是什么？就是这个经里面讲的三个真实：真实之际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。这是如来家三种真实啊，我们要记得，要发扬光大。如来不舍众生呐，我们能舍吗？啊，如来心常地住度世之道，那我们要集成佛的家业，要跟佛一样，我的心也是常地住在度世之道啊，于一切万法随意自在，真正学到随缘妙用啊，妙用就自在了啊。妙用那个妙是什么呢？妙是不着相啊，妙是没有自己，身见破了。妙是没有对立，妙是没有成见，妙是能随顺众生，这叫妙啊！
啊，有了自己就不妙了。啊，不妙什么？有了就会生烦恼，就不妙了。妙是妙只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妙是天天法喜充满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这叫妙啊！啊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，没有障碍呀。啊，神通自在，夫心有聚累，随物而转，故为烦恼所缚。啊，这从反面说，不自在了。什么是不自在呢？你心有聚累。你心有牵挂，你心有忧虑，你心有贪着，你心放不下。那就你又累了，累赘了，你随物而转，你经不起外面的诱惑。名利先前动心了，啊，动什么心呢？贪着，啊，贪嗔痴起来了，啊，外道。不正确、不圆满的这些知见，你遇到了，你没有智慧啊，好奇，我也想去学它，正法丢掉了啊，去学偏邪，很多，不是少数。啊，佛门里面十个宗派摆在面前，只有这一门能帮助你这一生成就。啊，你好高骛远，这是老太婆教，这是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对这些下下根性的人，方便法了。啊，我们是知识分子，啊，自认为自己是上上根人，怎么能学这个东西？学这个岂不是被人笑话吗？啊，华严、法华、三论，啊，法相。禅宗、密宗，高啊！啊，动不动心呢？这一动心，这一生成佛机会呀，就断掉了，就不容易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终于明白了，能受持这个法门呢，是真正上上根呐、啊，
不一定认识字啊，不一定相貌端正啊。我前面跟诸位举的例子，啊，地仙老法师那个徒弟锅炉匠，上上个人，3年的时间，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智菩萨了。我们想想，四徒三辈九品，他是在哪个品位？绝对不是很低的品位。善导大师给我们说过，四徒三辈九品，总在语言不同。锅炉匠的语言太殊胜了，没人干扰他。3年如一日，啊，听老和尚的教诲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100%的做到。这个缘几个人有？啊，他真心，真愿。啊，一句佛号念成功了。往生前一天，他到城里去，啊，看看他的一些亲戚朋友。他从住进那个小庙，3年没有出来，跟闭关一样，生活没问题了。啊，有人给他煮饭，有人给他洗衣服。啊，他的工作就是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除念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事都没有，也没人找他。啊，那个庙里头没有香火，没有人去烧香。比闭关还清净呢。啊，他去看看老朋友，见最后一次面，啊，哎，要离开了。啊，第二天他就往生了。啊，虽然什么话都没说，我们就知道他欲知是知。啊，走得那么潇洒，是我们念佛人的好榜样。这个事情记录在《隐尘回忆录》里头，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地牢还有个徒弟，那是知识分子，学的东西很多。啊，参禅也相当有功夫。江苏镇江金山寺的首座和尚，啊，很了不起了。最后死了的时候，就当土地公去了。这是老和尚常常把这两个人拿出来做例子。你看一个。参禅的，啊，最后当土地公，
一个念佛的，欲知实知，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之菩萨去了，不能比呀。啊，他这个三年心里就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，他无世界的业障烦恼全消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可以肯定。啊，他有没有智慧？有啊。业障消了，智慧就现前了。啊，他为什么不留下来？发愿啊，人家听他是锅炉匠出身的，谁愿意听他？啊，他没有弘法的愿，他这些实现就是弘法的意思。现身说法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你不相信，做给你看。啊，所以凡夫只要有我，只要有自私自利，只要有一点贪嗔痴，你就会被烦恼所转了。这下面说，凡夫作有二乘之空啊，二乘人作空啊，凡夫作有不肯放啊，二乘之空也不肯放，所以他住到偏真涅槃里面去了。所以戒堕情之之中，闲事心随物转，错了。物随心转就对了，那就是菩萨了。啊，那我们想想，我们现在是心随着外面境界转，还是外面境界随着我们心转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人事物的影响，就是被误转了。如果我们念佛，外面人事物我们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不放在心上，不为他所动，我们就得念佛三昧了。功夫再深一点呢，哎，不但他不能影响我了，我就影响他了，那你就能转悟了。楞严经上说得好啊，若能转无则同如来啊，你跟佛就没两样了啊。先要学着不被外境所转，你就得定，更进一步了，你能够转外物，你就是佛菩萨了啊。心随物转呢，故于万物不得自在啊。啊，大师深达发现啊，这一些菩萨啊，不是浅的，通达发现，深深通达发现啊。你看他们厉害啊，哎，当下立相，不是离开啊，啊，到深山找个山洞去修行，不是的。
啊，就在这花花都市里头，他心不动，不被境界所转，当相立相，知道什么？知道相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我们心被外面境界稍稍动，立刻要提起观照功夫。啊，观照功夫，《金刚经》上这一句话最好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就放下了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你也能放下了。啊，用这个做观照好啊。啊，心才动，观照立刻提起来。啊，迟了，迟了，你就被外境界转了。啊，故无复习。啊，你不随物转。你就没有烦恼了，复系都是烦恼的代名词啊，你才能得自在。宗门云：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这是宗门大德的话啊，他的心是清净。对万物看破了，万物里头没有一样是真实的，所以万物放得下了，万物围绕着你也没关系啊，为什么呢？不着相了，这是真功夫啊，真本事啊！啊，进而物随心转，再进一步，不但我不被物转，啊，我还能转物，能转物是智慧开了，不为物转呢是得定的，啊，从定开慧。你才能教化众生，故能随意自在。经言疏云：有成神通，通是神通，殊胜的神通，于一切无变化随意，故能离无，名为自在。啊，于一切无能够变化随意，你教化众生就方便了。啊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啊，这些都是化身菩萨。啊，最低的呢也是阿罗汉啊，阿罗汉具足六通，他有神足通，他能变化所以他真正能利益众生啊。宋朝济公活佛，高僧传上有这个人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出生出现的，在宋高宗的时代，跟岳飞同时代。
啊，《高僧传》里面所记载的，记得很多，好像他的传记有好几卷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抗战期间，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，啊，他老人家一生形象跟济公差不多，真正做到啊，物随心转呢，能随意自在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